但要搞婚禮 sexy 嘅 pose 嘅時候，有啲咩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？其實都唔使講我心唔心得嘅，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分享。咁我自己覺得其實最緊要性感唔一定要係即係著得有幾多啊，有幾少啦。其實最緊要我覺得係一個笑容啦，或者一個動作啦，一個眼神都可以有性感嘅感覺。笑容、動作、眼神，溝到叫咩啊？後邊溝到叫浪漫。咁可唔可以即場同我哋示範下你自己單字婚禮 sexy 嘅 pose 咧？同你擺三個好唔好啊？哇！要幫啲道具咯，係嘛？要咩道具咧？要咩 sofa？ 好，我幫你揸住個麥先好嘛？三三 ，yeah！